是狂奶那个，看上去好像海南鸡饭。走嘞，是咱们大花轮。哎，干啥呢？我的。那我来。有点脸红了，好感伤啊！这次好开心。哦，那是大把金，满满的一车都。拜拜。Come a little closer。哎呦，这帅哥！我们家帅哥这么卧街都上下带反的呢。是的，你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个朋友，知不知道是谁？对，如果看我视频哈，有段时间的小伙伴的话，他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如果是近段时间看我视频的话，应该是没有看过他们，是新朋友。我们一会就要去看他。今天我们约着一起去滑雪。你看你哥今天出街的打扮哈，尤其慎重，还戴上了眼镜儿，好酷。这两天南部的天气都已经好暖和了。对，不是南的时候。哦，一度。夏天，本来那里的。他们还没有到呢，他们要等一会儿，你迫不及待了你。那在那现给他买了个眼镜，好可爱哦。哎，等我。哎，哦哟，好帅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你啊，现在有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哎呦，我的小金鱼好厉害哦 ，Ariel。好厉害呀 ，Ariel， 你胆子好大呀！哎，鸡在大，小胖子在那呢。哎呦，你看，哎呦，那么久没见，你看小胖子在休息。哇，还可以，可以，可以！我去滑单板，真看起来超酷的。黑马路哥，哇，哇塞，哇塞，来来，真慢，你好棒啊！你还上啥车了？你还蛮快。糟心，我趁机也拍糟心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老上抬手，卢卡？下个星期我们这几天都在这的。哦，不不，我们下个星期再去滑雪哈。哎呦，哇，他们的身高差好萌哦。加两片火加超多的芝士，手抓饼。好嘞，这个别这样来，他这个为啥把我当木杆？干多多，哟哟，我当木杆。那的 arm 不是的，那的那的都是球。那个男的在蒙古里，还有一些是白的。他们是都是他用的昨天那个染眉毛的。啊，你 OK 哟哟。今天我好多人啊，那个主要距离都已经开始紧张。他一次只能玩十分钟，两个人就四十哦，其实价格还不便宜。哦，尤里他开的好快呀、啊！我的妈呀！哇塞！这尤里他撞到墙上了，尤里他怎么办？大巴车。那车上没事，没来得及压住呀，你不压住，哎呀，没事的，没事，不压了哥。麻烦过来点噻，阿姆莎家阿姆嘎一直给买的。我厉害，把你一个。那要是你来把买买一直给哟。这个就是在芬兰的暴雪时分呢。昨天天气那么好，今天出来，你看现在又下暴雪了。现在我们今天要来打卡的就是这家店，是一个中式的一个街头小吃店。我们去超市给尤里塔买了个冰袋，意思这边猛炸。啊，你说的宫保鸡？那个宫保鸡，因为尤里塔上次他就喜欢吃那个宫保鸡。他们家的这个，他们叫做肉夹馍，但是其实更像是荷叶包。这个宫保鸡店很熟悉，把你小手手拿开哈，卢卡，你要拍照呢。
Kuka vaan se käsi. Ei ole se käsi. Oikein komea.哎呀妈，那年卢卡他们那个怎么那么多那个豆芽啊？你看吃了满嘴豆芽，哎，这已经太满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吃了，已经。其实也不算肉夹馍，这个是崴的肉夹馍，这个。啊哟啊哦，卢卡，哎，它有点像是哦 ，cookie 哈 ，use goes cookie 什么的。这个牌子，它牌子小，就是你再过去拿，自己拿那种。多了给哪上那个罗美多了爱哪给大多什么的冰棒的。哎，那那这个是海南鸡饭 ，chicken rice。还可以的嘛，还干黑吧哈那样的。它这个面看上去有点像是手工做的面，看着不错哎。咬一口，到处都掉出来了，又涩涩的。蛮好蛮好。山东人是吧？很好吃。呀。嗯。对呀，那个江西大学的。那样。多厉害吧，把它东西都是。那样。木人，他们是都带的。那，像那个玉帝的，咋了没？哇塞，开箱了！小包子还没吃饱，所以我又给他整了一个海南鸡饭，两个人都吃。有理他这不值得呀，多压了个鸡。累大了没？记得的，好吃。里面的鸡肉好好吃，是不是？嗯。它这个米饭是稍微有点调味过的，我感觉里面应该是黄黄的，加了什么呢？就是但就很好吃的味道。是不是因为人帅的原因啊？又是怎么穿什么都好看，这裤子还蛮好看的，真的，真的好看呢，这个，真的是很好看的这条裤子。哎呦 ，Yusuf 是昨天不是买了他这双鞋子吗？我借了他100欧，用他的压岁钱就把那100欧给退我了，然后今天我又还给他了50，因为他钱不够了，他想买这个裤子。我就说这个裤子如果没有那么好看，我都不让他买了都。达奈的巴良拉朵和 SK 刚才看了一个16欧的，太便宜了。是的，有，那么马克的，是的，苏朗盖的，啥些的，那些。昨天天气那么好，我说现在都已经快要到春天了，都突然来一个这个叫什么倒春寒。从家早上换到现在哈，刚才侄女都已经累趴了都。我们今天在他们回家之前哈，还要去吃一顿可以补足这个精力哈，就是料和菜都可以自选的麻辣烫，也是我们这边新开的，很多朋友都去打卡哈，所以味道真的是很不错的。能不能吃出一种国内的味道？我想说这条街道我是真的在这边住那么久哈，我就感觉我没有怎么来过，它全部是一些老房子，还蛮漂亮的。我一家为了这个麻辣烫简直了，暴风雪中前往这个麻辣烫的地方，我们家这个吃货精神简直了。这个也只有吃的能让我们一家爬山涉水的这样走啊，满身的雪，你要觉得为什么我会住在芬兰？现在已经3月了，雪居然还下这么大。对了，就是这家了，麻辣烫。哇，这么多人哦！天哪，不会满了吧？近刚开张，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我来这我都惊讶了都。我还没有定位子，他现在只能看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位子。麻辣的、骨汤原味的、金汤的、番茄的、藤椒咖喱、冬阴功和菌汤。那个师傅或者尊重或者恭喜，行，恭喜发财。他们这里有各种丸子，然后那边还有肉、豆腐泡，然后还有鸡肉小丸子。哦哟 ，Yusuf 是狂拿那个，上对干 Nagi 哈 ，Yusuf 狂拿那个小香肠，还有虾。对，他们一般就是自己选的话，就是自己能吃多少选多少。哎 ，Yulita 对干线 ，Yulita 就是主攻这个。你看这些他们食材都很熟悉的，再搞点那个粉条，这么快活。那像都是黑吧，像多得了黑吧，或特别是。刚刚吃了那边的菜，我其实不是很饿，拿点那个，我要拿那个粉条，这个我要这个，这个好吃，然后我要豆芽，我每次我必要豆芽。豆芽好要。哦，你拿了豆芽了，再拿点豆芽。那个看上去像是虫子的那个，那个对。然后我要这个，我要鱼豆腐肠子，再拿两个那个油条吧，油条蘸汤好吃，然后再要点藕吧。好了，行了，就这些吧。对，他要先称重。The tall skier, please.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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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rigin 呢？那个小孩的那个是 mushroom。 今天在这还遇到看我视频，哇，这个镜头有点白。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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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
我给他递纸。 1、2、3，OK。谢谢。第二个又是得没得事，那一个大我又拿大把斧子又干嘛？好开心哦，又是。输了那都护理，我的都是不难的。那个输了我的护理不难。哈哈哈哈哈。那奶豆都是你给输了护理不难。那你乖乖这么段时间在这画画，画的好好哦，宝贝儿。嗯。 尤里他就不喜欢吃辣的，他自己选的这个番茄的。哟，我可以从那个镜子里面拍你们，辣不辣？你这本来就要把它剃了呗，哈板。哎呦，像万圣都雷斯他们的，哎呦，你宁都雷斯的。你你你哈板。行。我这个问一下，行不行？哈哈哈哈哈。你又是都是把你都是把你拿给我这个哥哥给不拿给？拿给他拿了个小碗。 哦，快去买。嗯，地瓜吃的精细哦，你看还有剥虾还在这儿，一边吃一边剥虾。面包又上了，当我的亏吧，哥巴达嘛来。哥巴达说：“妈妈带他去了，罗巴尼没了。”那里大列米。嗯。都是有那个有里头那么多水水饼。哥巴达莫内马子没有。啊，哇塞，看上去好爽。 还是这个麻辣的看上去最爽哎，而且上面浇满了麻酱。看一下大家给大家计算。好棒！好棒！哇！哎呀！哎呀！嗯，味道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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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最爱，嗯，雪菜，下面杯子，哦，泰国展示那个章鱼的头被他吃下来了，来，露露的嘴巴都满了，他说要不然我马上就把这个给干掉，现在真的有一种在国内吃饭的感觉了，最好还可以给他端个板凳，在边上路边上蹲着，那样吃起来是最爽的，一会儿在那吃油条，静静，还可以哈。 真的可以，因为一般其实麻辣烫会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你在家也可以自己做，但这个汤底还蛮浓郁。It's quite rich, the soup base. 意思是说吃这个金针菇都能听到声，那听一下嘛。听不到，听不到。哎，不是关掉了。那个 A A A S S M A， 那个什么的。第二个什么的，那个苏拉米给白了，现在滚的嘞都学会味道了。那那，坦多尔已经开始为了妈妈带她回国预热了，吃的好香啊，自己开咬起来了已经。哦，也喜欢那个呀。没有，还特别喜欢吃不完，是不是好吃啊，伦伦？ 哇，他们这边的家真的今天不定台完全没有味道。我刚才在外面来的时候啊，一点身体都没有，我真的感觉手脚都有点酸，真的彪悍，真味道真不错，又麻又辣，好麻，多多一点。啊，他那个汤底还蛮浓郁的，好吃的。一边吃一边欣赏自己的美貌。 今天所有人都把这个吃的精光了，都已经，他们俩吃的就只剩这么点了，已经，哇，吃的我汗都出来了，超级的热，现在，嗯，包子哥都还在那挑，都已经吃的干干净净了。 就是互联网了，不来身边，纯是加深的一号。我现在在外面等着包子哥开车过来，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不想走路回去，太冷了，真的。
看，有所赞举着，我看你往哪跑，这个路卡简直了，这次旅行一点都不老实，在沙漠里面上课跑，在外面跑，我就说应该把他送到足球馆去，真的让他在里面慢慢跑。好冷，至于吗？嗯，亚克，咋的？直接叫你爸名字呢？没老没少的，那救星呢？包子哥还提前回，哦，男的拿给，提前走过去，开车过来的。你看包子哥多好 ，Good justice。Get off this. 放了呀，等一下。你哟，我那是不是outo tunne, että niin, että ai niin, joku oikeasti voi seurata mun elämää, niin tässä videoissa. Sauli, pieni kasva nyt. Ulos, sun on naama ihan punainen. Siinä on vielä punaisempi kuin äsken. Se oli jotenkin yllätys, että sit se tuli mullekin sanomaan pari sanaa. Innokas, kun sä oli just nähtä elävää juletaan. Kiinassa oli paljon enemmän tää mahdollisuus. Niin joo. Sitä seuraavaksi sun pitää sanoa jotakin. Ni hao, wo jiao Justus. Sun pitää sanoa, ngehdä päähän. Oh, gee. Sillä oli hyvä englanti. Niin joo. Mama. Kai kai.做好了，卢卡。你有没有那么酸？都觉得酸，它应该是真的酸。三个。哈哈哈哈哈哈！来的各种酸糖，哎呀，我的天哪！自己的那种感觉 ，Oh my god！ 我的天哪，他这个是自作孽不可活。皱着眉头说：“摸了一点，又一点，再摸了一点，你告诉我一点。”哒哒，嗯，哒哒，要弄一点麻烦。真的不酸吗？哇塞！哈手手指头上的都挺干净。我那里收。可以了，可以了 ，OK OK OK OK， you just take it easy。哈哈哈哈哈！对劲。好吃，还是好吃。那个钢鞭蛋。卢卡，你要等着被吓哭了哈！你看，他们都居心叵测，都想吓你。非常乖。你说比哥啊，给小包子带手的天。嗯，我的牛。没有。都没有。这样的你们一个，哦呦，哎呦我的妈呀，这脖子好吓人呐！哎呀，这是搞哪出？我的天哪！哎呦！不管怎么着急，坐火车奶茶都不能少的。这个是爱，是爱那迪拉西西外面的网呢。包子哥每次都订最后一个，我就说吧，那得上到用米斯达睡眠。都看不准哈，我们要回家了，给你嘿嘿。那大概是美国没有很明，另外大队杜雷丹，我这走的真的走到崩溃了都。包子哥跑的那个真的是扑马跟到嘞，去给他买了一个汉堡包给他送来。妮妮再见了，又是都是真的。再见了，妮妮姐姐。我们从罗瓦涅米找了一个搬家的这种大货车，从罗瓦涅米开过来的。搬家公司要贵一些，但是是真的轻松啊，就不需要我们自己搬了。我们这两天收拾东西都已经累惨了。客厅竟然收拾完了，这俩又开始围着圈圈跑了。这个应该是你们最后一次围着这个地方圈圈跑了。哎，我突然有点想哭，怎么办？不能扔衣服。对。这个房子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小院子。东西放齐了，他们就把这一车开到罗瓦涅米去了。还是要谢谢这个小蓝屋，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开始做最后的打扫，把这打扫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彻底搬走吧。拜拜，客厅。谁呀？是谁呀？你这是什么跳？
埃及舞是不是？豹子哥现在在给那个水表拍照，我们 time to go。Do you feel sad? No. 一点那个感伤都没有，我还是有点感伤，但真的这两天太累了，真的就没有太多心情去感伤。我晕，简直了！这搬家搬得太彻底了吧，我的鞋子都给搬没了。那 Onyx 大马给你看，我拉我的压抑了吧？你你，你本来还说必须买来很贵。没有，那你的书。奶奶昨天说了，说我们到罗瓦涅米之后买了新房子，我们再种一棵。妈儿有仪式感，跟他说拜拜。拜拜。Gently， 你太用力了。Our first house， 拜拜。Come out of it。告诉说咱们的东西的身上。感觉永远都回不来这个房子，我好感伤啊！这个是我爸爸妈妈来过的房子，圣诞节的时候爸爸买的圣诞老人。我一朵快乐，一个靠谱。这个应该是我跟包子哥第一个房子，我以前租房子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哭过，刚才一直都没有感觉，一直到一直到关门的时候。希望看到这片夕阳的小伙伴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成真，也感谢大家和我们一家一路的陪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